是吧？可能是那种多香月色，有这种竹子青的，吧？就是有一种泥土的气质。我觉得隔壁的人应该都是非常严谨的那种，认识的清华同学做事都非常严谨，事儿哥挺多的。隔壁的工科特别强，然后有很多小哥哥。觉得清华大学是一个学习氛围十分浓厚的大学，同学们的学习都非常的勤奋。北大里喜欢清华的同学往往会积极的展开他们的推送，而相反，清华校园里很多喜欢北大的同学也总会冲在北大官微集散的第一线。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在北大里的那一个北大清华友谊长城的纪念碑，清华的同学也都待我们很友善。我的堂弟妈就是自古红蓝出一军，这红亚蓝还刚好变成橘色，对吧？也挺好。像我一般不磕清美的组织，一般磕北清的组织。糖点的话应该就是互怼吧，我比较吃互怼这个糖点。祝清华110周年生日快乐，祝清华越办越好，为祖国再做贡献。祝隔壁110岁生日快乐。